哪里啊？这里，这里，这里。他是拿了什么就往嘴里面塞哦？是不是？好聪明啊、哦！这不会被他输进去吧？小心点啊，不要被他输下去了。谢谢，我们家宝贝那个腿肥得像个猪脚，爸。看到没有？爸爸说你肥得像个猪脚。可以不穿裤子了吧？哈，那么冷。都不穿裤子好丑那个脚哈。你要不要穿裤子？又转过去了，头又朝下了。手拿出来，加油。他想站起来。加油。往前面爬了，他爬不起，你看，这个手夹在他身上，出来，这个小手夹，对，往前面爬，快爬了吗？快走！咦，这，你看，就吃糖去了，没关了。爬不动就吃糖哦。你看这个热嘟嘟的，摸着好舒服啊，软绵绵的。你说，哦，这么大的，你看，看没小宝的手那么大，瘦得像个皮包骨，肋骨都出来了，你看，小宝要多吃点东西嘞，二宝要多吃点饭吧，好吧，今天奶奶不在家，你跟谁睡？你跟哥哥睡好不好？好，真的吗？嗯。开窗了，就往这边。对，开窗了，就往右边。弟弟睡觉了吗？快点！小西，要不等一下把小宝也抱过来算了，你们四个人睡。不行，今天小宝交给你了，好吧？好吧。你看这个床那么窄，怎么搞的？本来以前就是答应博弈嘛，就是每个星期六、星期天陪他睡嘛。今天博不在家，没办法。你们二宝没有带被子，就我陪他们睡了啊！你们睡觉，快点上，哎！哇！
那为啥啊做家子既然不是个那要记者到工地上去干是不是哎呀都放厕所拜拜厕所的那好那我过阿姨不给东西吧没辛苦那里啊金啊那注意安全啊在路上啊好